海南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你今天加班了，明天会迟到吗？今天没加班啊，今天不正好吗？好，这个兄弟既然说今天加班，明天迟到，我们明天不迟到，今天也不加班。好，这把打完就下播。好，拉扯一手。点到为止。点到为止啊。其实我刚才都没想回家，我要是回家了，我就没有办法占领第一个草丛了。我占领不到第一个草丛，我们想杀他就会费点劲。让我再 A 一下电刑出来就走。哎呀，这都能扣着我，上来会少打好几波伤害，他就给我保持距离了。马上升二。摸我是吧，薅着，个老薅着，把药吃了。这波他死了，3 2 1，一 A 点盐 Q。 好，这波 A 没 A 出来，我不明白为什么没 A 出来，我就想明白明白到底为什么，为什么 A 没 A 出来。按道理来讲，一完以后 1.0 攻速 A 一波应该很轻松， A 没 A 出来，先 Q 了。太快了，我计算过他的攻击速度啊，怎么会呢？让他回啊，哈哈呢，薅着，别点燃我干哈呀，这没见过人头是吧？那维克托呢？维克托信哥打死一个就行，我可以。维克托疯狂让俺们家人点信号，维克托，我怎么皮还买不到呢？这俩人啊，俩闪加一个点盐，杀我。这波俺们血赚，上路的兵线已经推回来了，挺好。赚了，兵线血赚，我不用你 A 我，小伙子，我的炮车，你完了，小伙子，我炮车没了。我先补会儿刀啊，我现在杀你吧，其实不是不能杀，只是我想把我的刀都补完，省得老有水友说我补刀不行。既然你非得要放肆修钢，那你也怨不着我了，给我上来。扎可以，扎得很迅猛啊，一看他就经常玩赵信。
信哥，你真细。走，回家。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可恶！没事啊，也没差多少。对面应该是打龙去了，我估计应该是打小龙去了。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他们去中了。我把商店调一下，把所有物品给它弄出来，要不然这个锯齿短臂啊，这热门物品里边没有。你都给我推荐呀。不推荐这个星石吗？这星石我记得是推荐的，这不死了吗？这点耗子拜拜了，敢当着我的面把E放了。自从我刚才上完厕所以后啊，我就感觉这玩这个游戏好像有点怪，我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，是连招也不顺了，伤害也有点低了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打一套。干啥呀？要电我，要薅着出发电机，往后点。这波占第二个草丛，第一个草丛他有可能会往里放坑。打野猴装备怎么做呀？可血战斧啊，可血战斧，死亡之舞，九头蛇黑切，春哥携手 AP 多，死亡之舞往后边点出可以，可以不出而是。因为这物理伤害才会被减免。这波电耗的交闪，怎么虚区稍微低了点，得荡负二连啊。这你咋？我这边得越塔杀他，他应该快到了，在这堵他啊。 AQR 转起来让他电我们，别急啊， EQR 再转，他应该是想等我们到塔下然后把我电到塔下，不吃这套。什么打野？艾克。你在干什么？嗯？那波赵信有点猛，我们赶紧吃口屎去支援他一波。跑得有点快啊，把蓝打了。
你把那个峡谷放了。说实话，信哥，我这边绕圈绕的呀，属实是有点傻逼。我以为他会往上走，你知道吧？我没想到他往下走。这是我没想到的。我寻思电耗子怎么不得害怕一下，然后他得往上走一波吧？哎，就凭你也要杀我啊？是不是过分了有点？好电，嘿呀，差一点点我没有大招，这波有星石就全杀，有点装逼了。我们是瞎当吗？我们四杠三还450块钱呢，这不应该。往中走来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到了。这波毕竟是一场腥风血雨啊！真好，人头拿掉。大刘给他杀了啊！沙米拉也死了吧？哎呀，这波对面团灭了，就剩个凯南了。哎，兄弟们，这波我决定干点坏事儿。好久没干这个怪事了，这波干一波坏事啊！等一下，兵线从这个位置出来以后，我们走过来。啊，在这儿等一波小杀，啊，小杀，你干哈来了？你有精神病是吧？谁让你来的？靠！烦死了，这个艾克不给这沙米拉，给艾克可以。不给他杀米拉，你过来干哈来了呢？打野来了，真气人，真是气人呐！有眼儿吗？没有眼儿，他就是想过来打个野，顺便看看是不是小龙刷了，下一波要打小龙，这么个意思。中路找一波亚索。好，哎，这人运气是真好，我发现每回都能差一点血没死掉。上来，哎呀，终于把他杀了，不容易，兄弟们。先把中塔拆了，我已经无敌了，回家。这不能回家啊，这得先把对面的蓝给他打了。
我马上到。刘哥，刘哥可杀。又是你，先杀亚索吧呢。刘哥跑得有点快，刘哥好像不怕死啊，我这一看呢。这不给我送无敌了吗？找到这个艾克，马上过来啊！三二一 ，Hello！ 他是不知道他们家蓝没了的，你知道吧？这波他肯定得过来打蓝。没有大招就好办，有大招这就不好杀。无敌了，回家出装备，先把这皮鞋出了，还差那么一点无敌，差一点，差了1900块钱。让他杀，刘哥死，淘汰，三二一 ，EAQ999， 无敌了。这回无敌了，去下路找这个沙米拉的。哎，这亚索好像有机会啊。没机会，这人怎么回事？他把大放了，我们快跑，尽量避免与这个牛头正面交锋，先去打个蓝。哎，真敢上，艾克剩一丝儿，没事，红帽烫死了，把这牛头也给杀了。这牛头不好杀，回家无敌了。这回确实无敌了，我们杀人三件套。虽然打这个红 buff 看不出来效果啊，但是我们可以先少找一个人。找谁呢？你刘哥这里放没放眼儿我不知道啊。找这凯南吧。蓝打了，我拿了吧。
这现在全是那不朽盾弓，有点烦。那盾弓太狠了，加盾呢，那盾弓。你要想把他们杀了，那你就得先把那盾弓给打了。我们感觉现在打 AP 会好杀一点，像那凯南那个艾克都挺好杀的。这什么意思？往这儿走来。个牛头。海南不追了，我们杀的艾克。海南交给这维克托，这维克托的核心长什么样儿现在呀？哎呀，有盾吗？哎呦我操！这小子挺不怕死啊，我这一看。你是挺不怕死啊，我这一看呢，我滋了他。杀刘，把刘杀了。刘头有大招，有大招了不起。哎，我真的得出一个那啥，我感觉。我真的得出这个破盾，这个巨蛇之牙，不出巨蛇之牙，不行啊，这。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用啊，我出一个吧，你们有没有出过的这个东西？我没出过这个。我都不知道好不好用。试试看吧。掠盾者不会作用于只有带有指挥格挡魔法伤害的护盾的目标，什么意思？臭臭什么？我试一下我就知道了，比如说这沙米拉或者是这个亚索，感觉这里是不是有个眼儿？我看看啊，没有啊。啊，魔法盾不行，物理盾可以。就你了，正好你盾多，咱俩打一下。呀，他盾好像没了一下，那盾一下我打没了。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眼儿啊，你看这有没有眼儿，你给它排了。
他跑不了。今天我就跟他赛跑，我看他往哪跑啊？今天你肯定跑不了，我就这么跟你说，你指定是跑不了。今天我们假装追他，然后要一手近道。你大爷的，你跑来！你可别把我给逮到了，我跟你说，我可有幽梦的啊！往哪飞？还往天上飞？往哪飞？先把这沙米拉杀了，再杀的大刘。牛头人，亚索呢？亚索怎么不见了呢？老板大气，谢谢老板的礼物，谢谢老板的福袋。喜欢直播记得点一下我们右上角关注，兄弟们，6:30了，啊，6:10了，差不多。